BTS 成员 V 上传到 IG 的影片，以多彩的魅力和完美的外貌聚集了全球粉丝们的心脏。影片中他一边让工作人员化妆，一边无心的看着镜头，微微扬起嘴角，与粉丝们分享了参加2020年12月31日在纽约举行的跨年活动当时的回忆。在上舞台前准备最好的一面，即将见到 ARMY 前留下帅气的影片。另一则动态里 V 又展示了私底下与团员互动随性的一面，没有多余的化妆和打扮，顶着微卷的泰迪发型十分可爱，穿着宽松的短 T 抱着抱枕，随意的看向镜头和粉丝打招呼，从容间驾轻就熟的迷人样貌，仿佛偶像就在身边一样的亲密感。背景声音中传来其他 BTS 成员的交谈，似乎为了组队打线上游戏而在电脑前相聚的时光令粉丝惊喜。